好，朋友们，紧接着说第二种，话梅赛里面一定会有应用题的，对吧？尤其是作为全国性比赛，要突出科普性、新颖性以及这个趣味性的来说，应用题是比较合适的。那么只要出了应用题，我们通常以为是方程最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偏偏这个话梅赛应用题呢，有时候会和最值有点关系，我们称为数理型应用题。当然，你不用管这个名词什么意思。那么，比如说这个啊，你假如说你考试看到一道这样的题，说一次英语竞赛满分是100分，某班前5名同学的平均分是这个95.2，啊，知道平均分，那就是说我得知道总分了，对吧？排名第五的同学是86，每人得分是互不相同的整数，那么排在第3名的同学最少多少分？不确定会还是不会，对吧？不太确定，不确定怎么办呢？浅尝辄止。什么叫浅尝辄止？稍微试试。比如说这95.2啊，那就95.2先乘个5，647对吧？是吧？是吧？476分，总分476。对吧？现在呢，第5名86，他问第3名最少，第3名只要少了，第4名肯定也少，对吧？先确定一下。然后呢，一二，现在那就是一二三四的总分是390分，390，你要让他少，那他俩得多点，对吧？他俩得多点，那最多他最少。那他俩得最多，对吧？100，然后99，那这样的话还剩多少分？本来是，这算一下啊，他一减是390，再减去199，还剩191，所以他俩最少得一共191。那第三名最少好像是。他最少得比四这个人多呀，那一个96，一个95，对吧？然后好像做出来了。哎，我觉得我原来不大会做这个体育比赛类得分这个排名之类的题，怎么做出来的？那做出来就做出来了，对吧？反正96，先写上再说，对吧？然后如果是试不出来。比方说，卡到某一步了啊，没思路，想了3分钟，还想不出来，过，想不出来就过，啊，因为像这种类型的题，因为花呗赛要求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新颖，除非你极其有经验，像某个胖子似的，是吧？除非这个你特别有经验，看这道题一看就知道难度，就知道难度是什么样子，后面计算量有多大，那你行，因为它是新的，你肯定以前没见过，对不对？新颖性嘛，所以在不确定这个题目的难度之前，要先试一下。题目新不一定代表难，只是你不知道难不难，对不对？所以看起来有点难的题，说不定贼简单；看起来有点简单的题，说不定贼难，对吧？所以对于一道题啊，先按照自己的理解，简单的试两下，最基本的这个推理，就按照这个合理的情况来推。他告诉你平均分，那肯定要算总分嘛，对吧？这个肯定没问题。算完总分，第5名我知道，那希望第3名最少，反正前4名的总和都定了，对吧？那所以第3名最少，第4名得最少。那相对应的，第一、第二名越多越好，那就一个100，一个99，然后就做完了。所以以前做这种类型题，印象不会这么短的过程啊，应该都很长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你的印象，事实未必如此。所以说，要浅尝辄止，就是我能做到哪一步就做到哪一步。如果在某一步停留的时间很长，就意味着可能是我。不大适合，赶快换。
但是有可能会怎么样？就绝大多数情况下，你会发现题虽然很新，但是完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，只是你不敢做而已。大家注意啊，老师说的是浅尝辄止，意思是不是让你一个劲儿看三分钟，是你试着做三分钟，写三分钟啊，别光想，试着做做，说不定真的很简单啊。那我们看看，首先第一步，先算出总分。算出来干嘛？不知道，反正因为你这写着5名同学平均分，不算总分，没事干，对吧？反正就这样。然后呢，下一步不知道了，但是反正就5个人嘛，对吧？列一下就行，列出来，列一下。你让我算这个，对吧？算这个人的最低分。我现在我知道这个人是86，然后你让我算他的最低分，那反正前面总共加起来390。他最低，那就是前面反正得拿走的分越多越好，对吧？所以他俩呢，一个拿100，一个拿99，然后就发现，好像我就算出来他加他是191了。他们两个是191，最少最少得得191分，一个第四，一个第五。然后这题好像就已经做完了，对吧？做完了，也就是说，咱们总结一下啊。政治性的题，第一，用平均数去求总数，不是说这个，不是说技巧这个事情，是说题里面很明显的一些提示，就很明显给这个数，就是让我求另外一个数的，那我就求，就算我不知道干嘛用的，先求出来再说啊，求出来再说。第一步，第二个，有一些题它是有一些固定方法的，你像这些。平均数就是要求和平均数和总数之间的关系，对吧？要说排名的话，排名要求个最小值，我就要弄个最大值，对吧？我要求最小，我就让别人最大。这些最基本的东西，最基本的东西，最起码得掌握。然后呢，我明知道是有关系的，比如说他让求最小，我就你必须得自然的想象到有另外的东西要求最大。虽然我不知道接下去做会发生什么。但是我可以，我知道下一步肯定有这个，我就先往下做做试试，啊，就合理运用自己的一些知识，然后呢，这些东西是说的在这一道题里，但是老师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刚才老师嘴里边说的那些东西，啊，那么再往下，合情推理就是该试的时候试试嘛，对吧？该试的时候试试，就是。道理上是什么样子的，就先按照那个走。还有一层意思是，合情推理的意思是对于填空题，我没有严格证明也行，就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。我说的是过程，不是答案啊。说我觉得这个答案比较合理，我写个93，我觉得这个答案挺合理，那没用啊。是在你的思路当中，你去推理的时候，中间可能有一些断层。但是这些断层只要合理，错误率不会太高啊。然后另外，就好像刚才说的那些合理，就是我想让这个数小，我得反正总量一样，我得让那个大点，最大反正就肯定是这样。这个你不用严格的说明说为什么最大是这样，对吧？为什么你要让它让这个第三名小，前两个就得大？这不用管。然后保留手稿，这是为啥啊？因为一旦这种题稍微有一点猜测成分，或者这道题和你想象当中的难度不一致，就是我想的很难，可能实际很简单，那有两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是这个题真的就像你想的那样，另外一种情况就这题你做错了，就本来是道很难的题，你理解成简单的了，或者这道题是个简单题，你理解难了。那。保留手稿呢，就是为了保证你下一段时间有时间的时候再回来再弄一次，打个标记，弄一次，再给它捋一遍。那当然，先要捋的不是这类题，是先要捋的是前面空着的，对吧？如果有空着的话，那么我们再往。